欢迎收看股期来点名。那大盘呢今天还是一样量缩整理，那都在等什么？等明天晚上星期三晚上辉达 NVIDIA 公布财报。上一次 AI 龙头 NVIDIA 公布财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？三个月前很多人空手不敢买，很多人换空搭了2100点，三个月又来一次了。我们看一下这里啊，因为 NVIDIA 是公布季报，但因为它是全世界 AI 的龙头，大家记住三个月前1、2、3就是在这里辉达公布季报，造成全世界股市大涨，那现在又来一次。我一直跟他谈到什么？你要了解法人，你要洞悉筹码，你要超前部署，你才是唯一的赢家嘛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很多重要的，我希望你每天锁定我节目哈。重要的事情，重要的转折，我都会直接写在标题。这个地方你看到什么？第一个在这里买，随便买，往上涨，都是3成、5成、1倍。很多人换空，不敢买，到最后呢？上去了，还是买进了嘛，对不对？加不倍加倍，七月底我那讲，七月底哦，我写在标题啊，这七月底，七月底哦，都是大赚了。智元四星都赚倍数啊，七月底为什么这些股票的可以大赚？那不止这一些啊，还包括商户旅行社、一辉网。因为该出手的时候你要出手嘛，我说这一段往上走随便赚都是3成、5成、1倍，而且好几档。七月底的时候这里不敢买的，这里进场的嘛，做多啊，但七月底我怎么说，会卖才是高手嘛，拉回主底再布局，不止讲一天了、啊、七月里边嘛说啊，这弱势股你要走，然后布局艾普，那时候连两只涨停。那接下来呢？这七月底嘛，八月初的时候，被尾切杯。八月大盘拉回的时候，又重新进场布局啦。八月初，你进场布局这些股票。能不能大赚？多赚钱啊！8月11号，我还特别讲，把节目看完，因为这天很重要，你有去看就知道我八月在讲什么。网络还可以去看重播哈。那这一段我要跟大家谈什么？超前部署才是赢家嘛，会卖才是高手嘛。那你了不解法人，了不了解法人最近在做什么，在想什么？你要洞悉法人，你才赚得到钱嘛。我简单讲，法人这两天，我们看外资好，
昨天大盘收平盘，外资卖35亿。今天大盘起五六点，外资买59亿。那这两天为什么我讲这两天？因为这两天呢，量都收掉了嘛。那事实上呢，卖压重不重？法人有没有偏空？你要先想法人有没有偏空。那大盘在这里整理的时候，叫整理归刚。事实上，八月往下拉回，重点还是选股嘛。我一直谈到两个重点哦。第一个，你要了解法人，你要买对股票，而且逢低买。两件事嘛，买对低买，这里也是一样嘛。我简单跟大家谈这个地方为什么随便买都赚钱，都是倍数啊。长荣行，对不对？商户，这个最清楚嘛。我买60，卖180嘛。这里做一趟短60、120，再回来180嘛。啊，你加不买，还是没加？那买这里以后，它是往下掉。那这里地方我怎么讲？我说同样180。卖掉以后转资源呢，建也涨一倍啊，到360。卖掉以后最近我们又买回资源呢，这个才叫操作嘛。那这一段我要跟大家谈什么？我说你要买对股，而且低买，这最明显的例子啊。这个时阵，目睭客客凊彩买，你只要了解法人，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随便买随便赚，这个地方带进带出一堆人一个种类。那这里拉回呢，又不敢买了，或又看坏了，这个叫看图说故事嘛，不是这样吗？那唯一的赢家是什么？买对而且低买，但是要你要买对法人的股票，那最简单的例子嘛，今天四星又涨停啦、啊、昨天涨停啦、啊、那这一档股票赚多少了？赚500块啊，500，没几天啦、啊、就这个月的事情啦、啊，之前我们也操作过一次啊，智源也是啊，操作好几趟了。那大盘在这个地方怎么看？大家都来等回答嘛，等明天晚上季报。但是我简单的，我用这一张图给大家看好，再来经历好。这大盘十分钟 K 线，你要注意我要表达什么东西。你要出手，要低买，你要买对，底加一路整理，对不对？这个叫盘整嘛。那为什么我说超前部署，你就不会纠结啊？因为超前部署，股票买在低档，怎么会纠结？这大盘，这四星，我买进成本在这里，我们等一下会公布证据哈。买进成本在这里，涨停涨停，大盘在整理，你买在低档，你怎么会纠结？国霸扣啊，广达210到220，连刷起五天。精力，精力，
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会不会纠结？你不要看广达这样涨，你要去对照大盘，这同样的位置，这都是我出手买进的哦。还有技嘉，今天涨停开开关关，除非你去追高的，不然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成本在这里嘛，我买进还有掉下去的，295到300。花琴，会员可以拿扣讯起来核对啊。如果你买在低档往上走，这里整理末端，不会紧张嘛？智源也是啊。尊龙会员的股票啊，世新也是啊，宏硕也是啊。你若买伫遮，去去哩，你袂紧张嘛？其实昨天想卖。短卖一趟，可是它开盘就掉了，那没关系啊，就整理嘛，那你成本在这一个地方嘛。那大盘在整理，大家都在等什么？等明天晚上星期三嘛。但是你超前部署，再看一遍，你超前部署是赚钱，这才是最大的赢家嘛。那你怎么会去纠结今天要不要卖或者要不要买？那你第一买有什么问题？它涨停没有关有什么问题？你先不在家，在家在经历对吧？去五天你去六天，当然要整理嘛。那整理以后今天又上去嘛，那这个叫整理盘嘛。啊，你先不在家，你有什么人紧张？我爸说啊，所以我说手握现金的，你是要好好规划。我说满天金条不是喊假的，我说你需要是真正能带你赚钱的老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特别推出这个优惠哈，机会难得，包括最近这个月。我怎么带你布局的？未来这一个月，我一样带你布局低买，趁大盘震荡的时候，让华人来抬轿，要把握机会，休息一下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。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陈和股吴老师感恩支持大回馈，今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，今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，机会难得，尽情把握。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陈和股吴老师感恩支持大回馈，今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，今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，机会难得，尽情把握。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这两天大盘量缩，很多人观望了。那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买？我说机会都在，那问题是，你有没有买对？你要了解法人，法人的心态，法人在想什么，法人在布局什么，
你才能成为赢家嘛，不是看图说故事啊。什么叫看图说故事？这里很明显的一个头啊，观万嘛，对不对？唔加倍嘛，这里上去了，尤其这里啊，上去了以后，很明显多头啊，就买进嘛，就做多啊。那做多以后呢，下来是又套住了，那拉回以后呢，又开始观望啊，不敢买。那如果你看大盘，这样是对的。但很多股票呢，它走势跟大盘不一样啊。昨天世新涨停，今天又涨停嘛。昨天华勤低买做价差，今天继续涨嘛。联德两只涨停，今天开高我们调节，我一直讲呢，不要追，尤其两只涨停以后不能追，一档一档做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大家在等什么？我们回到这一张图哈， AI 龙头 NVIDIA 飞达上一季财报23号公布嘛，拜杀嘛，这季报哦，他们的季报算法自己选择哈，在5到7月，8月23号，今天也是明天晚上公布季报。那目前来讲呢，目标价喊800，现在400多，其实喊得太高了，但至少呢没有喊往下嘛。那今天昨天晚上呢 ，NVIDIA 大涨。那当然不代表明天它的季报是好的，可是大部分都是偏多嘛。那包括外资在今天，外资今天是买超的哦，买超59亿啊。今天报纸另外头条 ，AI 军备竞赛，英国又砸1亿英镑啊，买什么？买军备的国防的晶片，这全部都是台湾嘛。那不止英国啊，其他国家不会买啊。所以 AI 是一个趋势嘛，尤其是高阶的芯片。那回到这里啊，星期三晚上，那很多事情呢一翻两瞪眼嘛。我们看一下呢，今天给会员的资讯哦，所以明天晚上大概10点 ，AI 龙头飞达公布季报，5到7月的季报哈，对台股 AI 很关键嘛。法人多数预期财报是很好，调高对不对？但说不定会有万一嘛。所以大盘横盘这几天，我们调整持股，王源有买有卖，那也有做差价，但是降低风险的时候买。都采取低买，不追高。世新今天又涨停了，是两只涨停，尊龙会员的持股嘛，计价涨停边缘续报啊。我说你的成本够低，你不会去在乎它涨停有没有关。那另外呢，连得两只涨停以后，我们的买进是40几块嘛。所以两只涨停，短线有调节，那我要跟大家谈什么？不要做追涨的动作嘛。那看一看这张图，这是最近的事情嘛？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，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说你要卖？你就可以冷清规定嘛。涨多了一定要整理嘛。那我说这里是一个修正坡，什么叫修正坡？大涨小回嘛。涨2000多点，跌1000点，这叫修正坡嘛。那修正坡的过程当中，超前部署，你不会纠结啊，你才是唯一的赢家嘛。像今天，我每天都要锁定的 CoWoS 股票，还有 AI 族群，今天世新又涨停嘛，对不对？
那我们的持股像广达今天也涨啊，智源也涨啊，华勤也涨啊，技嘉看到涨停啊，这四星价是500块，这里赚一趟再来又赚，对对，再整理嘛。你如果成本够低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买进连五红，收敛三角形整理嘛。华勤买进又做价差，低买今天又涨嘛。技嘉盘中涨停，它今天是出量嘞，突破嘞，红硕低买，做轿啊。我说过我对会员的承诺是什么？我想尽办法让你做轿，我只会带你低买，不会往上追，不会让你套牢整个下来，而是采取逢低布局，往上你可以赚波段，一档一档去操作。那这一个地方呢，手握现金的你要好好规划嘛。我一再证明，时机钱啊，满天金条，对不对？你需要是真正能带你赚钱的老师嘛，不是每一天都看图说故事，该进场的时候呢观望，大涨以后呢又去追价，那不断的循环，这样子你赚不到钱，机会自己把握。休息一下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陈和股吴老师感恩支持大回馈，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，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，机会难得，尽情把握。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。我只能说呢， AI 它是目前的主流，也是今年的主流。如果你了解法人，你就会清楚。那包括呢， AI 的军备竞赛还没结束啊，1亿英镑，不止英国啊。那所有的 AI 的一些晶片全部都集中在台湾嘛，跟台积电周遭的，包括 CoWoS， 一档一档做啊。那目前来讲呢，辉达星期三公布季报，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。那外资有没有大卖超？外资今天买超59亿啊，也没有买很多嘛。那大盘在最近，它有没有重挫？没有嘛，该进场的时候你不敢买，大涨以后你去买，这个叫看图说故事嘛。该卖的时候你还在一直买，往下拉回该布局你又空手了。你如果超前部署，你不会纠结嘛，你是唯一的赢家。我说大盘最近这几天这个地方用十分钟 K 线，这样看就很清楚哈。经历嘛，四星是这样子喽，你要注意方向哦。广达也是这样子的哦，技嘉也是哦。那这里涨停有没有关有什么关系？你成本低就无所谓嘛，你往上追当然会紧张啊。那华勤呢？智源都一样嘛，宏硕
我们看一下，我说我会拿出证据出来，这四星嘛，中农会员买的华勤，可以去核对技嘉、210、广达、智源、宏硕，是都往上走，满天金条，至少抓一条嘛，不管是高价股、低价股，都一样啊。那接下来法人在布局什么？你要不要跟上脚步？你要了解法人，你才有机会赚到波段利润嘛。你要好好去规划，不是大家观望你就观望。你需要是真正能带你赚钱的老师，那今天呢特别推出这个优惠哈，自己要把握，带你进场布局，谢谢大家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陈和谷吴老师感恩支持大回馈，今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，今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，机会难得，尽情把握。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